Hello， 大家好，我是摩登，今天带大家看一看新款式的摩登沙发 ，Let's go。OK， 这一款沙发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总长可以去到10尺那么大，而且当你把它的靠背往后移的时候，它的座位是非常的深。那我这样坐的话，基本上坐这就可以睡着了。因为它的靠背的这个还有照射人体工学，它的靠背的斜度来镜头我们往前看。OK， 它靠背斜度呢，它靠近腰的这个部分是做非常突出的，非常大的一个靠背的枕头，然后它这个靠头的时候就刚刚好就到了我们的颈项这个部位，所以坐在上面的时候感觉是非常舒适的。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一个设计，就是扶手这边还有做着一个食物的托盘，这个托盘呢可以让我们放食物放饮料，当我们在看戏的时候饮料可以放在这里，就不容易打翻。当然如果你真的是打翻了，这种布料你也不用担心，打翻了过后这个防水布它可以完全的把水隔开，水不会直接渗透下去。然后看这电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拿一本杂志就这样看这电视，非常的休闲，度过你的完美周末。OK， 还有一个最够力的东西忘记跟你讲，它这个座位的海绵哦，来，镜头看过来啊，座位的这一块海绵啊是用高密度海绵做的，所以我们坐上去的时候非常结实，而且这种原料基本上它可以耐很久，它不容易沉。再加上呢，它虽然讲上面海绵比较硬，可是它座位底下它是用 spring 的，看到吗？来，我脚踩一下，座位底下是 spring， 所以当你的 high density foam 高密度海绵再配上座位底下的 spring 的时候，它软硬适中，所以它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所以坐起来非常舒适。 OK， 为了证明我没有欺骗大家，我现在做一个实验，我当场量给你们看，这一套沙发真的是哪里？可以，来，看到吗？124寸尺寸在这里啊！哇，我讲是车讲小了，少了一个四寸，总长是124寸。OK， 来看一下那边，OK， 如果是说加上那个扶手的话呢，它的总长应该是可以去到10。它的扶手这边就15寸的，那我们看一下 OK， 到这里啊15寸，所以两边的扶手都15寸的情况下呢，这边就去掉了一个30寸，那所以总长的话就154寸，非常大。 OK， 那一个很功利的铁脚非常细，看到吗？细可是它很坚固，不用怕你踢到它不会断，你的脚可能会断。啊，很功利的，很结实的这个，然后看上去哦就很简约整个设计，然后再加上这个浅木色托盘的这个设计，衬托出它整个木屐风的那个感觉，有没有？看整套的效果就是非常的木屐风。给它够够力的攻击，对不对？如果你想看这套沙发要试坐要试躺在这边一整天一个下午都没有问题，哪里开 aircon 给你好好在这里享受一个月，试坐了你才知道这套沙发有几够力，对不对？ OK， 我们的店里每天都开，也拜六礼拜，拜一到拜五，任何没有任何时间来，还要睡觉的早上的10:30到晚上的8:00都可以过来我们的店来试坐，非常的美，就摆在这个位置。来，我看一下，我配上的这些咖啡座，还有这个电视可以。
非常的美丽，我跟你们讲，一定要过来试坐，知道吗？ OK, let's go。关注我们，按后分享，给你一个时尚又温暖的家。